为我的眼睛天生就不好，所以我有能体会那个生障生的在学习方面的辛苦，所以我才会想要尽我的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我会用录音笔把老师上课的内容录起来，回来回家后再一点一滴的慢慢播出来听。经过漫长的练习过后，慢慢的可以掌握学习钢琴的技巧。然后他写作文的能力在我们班上，还有在县内，他常常得奖。他有得在那家庭，也有得彰化县的第一名。所以他的观察力非常的敏锐，然后他又很贴心，所以他对整个班上来说是一种正向的一种鼓励，同学都拿他当榜样，他又很乐观。